然后都喜欢在我吃饭的时候讲一些大便什么什么的。然后家里拜拜哦，好。好像在讲什么最后的晚餐哦。我们吃到一点好了啦，我们一点就出发。看到我的漏斗在那边飞啊！等一下、喔，我看我漏斗飞到这边来。我这边放这个。还是会飘欸，所以这个不是百分之百可以吸起来。我这边有东西耶，还是就这样故意这样子设计有没有？然后说为什么会这样子设计？我说这是现在最新趋势，为什么盖得像这样子？因为有些东西会漏掉，来这边吸一下就好了。那边是狂生鹅卵石啊，快掉了、
哪来 GIF 图会有扣扣扣的音效啦？傻眼。生存也会缺鹅卵石，然后懒得挖，懒得挖就只能靠这个方法了。然后有时候也会缺鹅卵石，刚刚好，不用全烧。说我现在头是低低的，然后往下挖吗？有时候上楼梯跟下楼梯真的也会有这个错觉。刚进来的安安，快吃完饭了，吃完我们就可以去地狱了。这个是我无聊开的生存，不是系列哦，只是单纯生存而已哦。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后制影片了。我最近有尝试想要后置，就是又加回一些字幕嘛。可是我光是放那个左上角的重点字幕，每次放都有点开始卡。然后如果上全字幕，真的会完蛋。像昨天的那个，你有看到？我昨天讲什么？反正就是杰克在吃烤鸡那个，我上一下字幕加个颜色就开始有点快吓死我了。啊，毛茸茸安安，林正正安安，好了，剩两分钟了，我再吃几口。菜一定要吃，不然菜烂掉就只能丢掉啊。哦，对对对，你有看到烤鸡吗？刚刚我有看到老人在吃烤鸡啊。而且最近 YT 的频道也因为轻松生存有明显起来，就跟以前 ATM 一样。去年 ATM 也是这时间嘛，然后那时候我的频道也突然就冲了起来，那时候还蛮开心的。不然我的频道以前真的是起不来，很难过。那因为 ATM 剪的影片都是开车的，所以大家就知道你们都喜欢吃什么。因为以前就在尝试各种类型风格还是什么，然后就是之前 ATM 也是车开的很大，或是车还好。当时是就是很搞笑的对话，嘿，
那之后是现在轻松生存是开车系列影片，所以抓住了你们的胃这样子。王永杰安，你有看到烤鸡吗？我觉得你们就可以把那个播放清单点出来，一直巡回看、巡回听。我觉得我自己在今天在剪那个见面二的影片的时候，我就点开那个继续听，我觉得干，我们怎么可以那么北七、那么北南呢？今天是见面二啦，那明天才有那个。还有轻松生存，我两个小时轻松生存的影片，我剪了五集耶！你看我们的力度多大？哦，对啊，哈基蜘蛛，我是鸡。可是小雨之后就是对 ATA 就是没有，后面就没有再玩了，就很可惜。不然，我上次不是放个小雨的封面吗？20000点阅了，等我一下，我收碗，马上回来，我们就出发。好了，我回来了，来哦，看一下，我们睡个觉。就带一些过去地狱吧，也还可以耶，还行。就只是需要修补而已。好啦，出发去地狱咯。这个真低棒。对，感谢。对啊，看那边也要再擦亮，那边真的不行。啊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把地狱搬上来好了。把地狱门搬上来好了。啊，算了，之后的事情，走喽。那由于我们用一个神奇的科技啊，刚多少？6697，那边先走到66吧。这边走到66，你97也可以啊。不是啊，方块会不会带不够啊？
地狱真的是个容易饿的地方。这下去不得了啊！这不止这高摔不死，只是我只死掉之后瞬间打 game mode 了，有没有？靠腰啊！九七。九七好像不够哎，回去拿一下方块哈。嗨，怕虚无的松开，怕死了哦！之前是真的按到手酸，然后突然不小心松开，就直接下去了。还有之前新大陆是防爆加防喷，那之后是改成防喷不防爆这样子，为了那个啦，村民的东西，繁殖村民有的没的，一定要防喷。不防爆，哎，不够。九九九，哎，耐久力。钓鱼机下面的箱子应该要拉开一点，那挂一个人干嘛那么爆？来地狱真的要带弓啊！不带弓可以裸装，但一定要带弓。
六六。都是这种建筑的吧，夹在中间的啊。行挖一下好了。21:15:2。是的哦。然后 O 品牌还没装。关台后就忘记要装。我觉得水母本来就很高出现几率啊。这样才好啊，这样升怪塔才好玩啊，是吧？以为我会尖叫吗？不可能。哦，要变正的了，坐标是正的了。欸，不行，我火把至少擦一下，不然可能突然打个喷嚏或怎样，画面转了一下，就不知道哪边是入口，哪边出口了。比较讨厌是这一种，刚好是差一点点就出去的路，不是啊，就是刚好断层是，坐标没错耶，天哪！我以为他说故障就不会有了，这样子。
啊，可惜这边还要生怪鸭子哎，可惜啦。不然，而且这是离我最近的坐标哦。可惜啦。干什么干什么？怕的要塞，可爱。把那个。好啦，看看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啊，有欸，这个下去啊，没有欸，华丽艳感，我需要你，我的天，方块不够啊！拜拜拜拜拜拜。最讨厌就是用烈焰，哎呀，你好，我以为你是打说繁星要拜拜了，吓死我了，我的天啊！差一点欸，我要讲，我最讨厌就是封印烈焰神的神怪钻。所以我比较喜欢是那种包在那个地狱石里面的神怪钻，用压制它。
因为就不知道他在附近生在哪里啊，很烦，然后又一直狂生。这样挖掉很难上来，那就这样子。帮一样人哦，我有掠夺吗？没有。我要疙瘩，我现在是要疙瘩，不像新大陆。没人帮我生怪压制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盖铁那个呢。我怎么下去啊？看一下哦，这边下来，这边我就走这里。对啊，看一下哦，这边有下去的路吧？对，走这里下去。Hello。也太多了吧。